始。赖市长、市府李秘书长、开各局处，咱的单位主管、新闻媒体好朋友、台南市议会陈文贤议员、开咱全体同仁、电视机前咱敬爱的乡亲好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十一月三十日，星期三，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。今仔日咱台南市政府秘书处吴处长因为有事请假，由着咱的颜副处长来代理。上午咱的议程由着咱陈文贤议员、蔡淑惠议员、开安玉芳议员做着市政总质询，每人质询时间五十分钟。首先，请咱陈文贤议员做着市政总质询，时间五十分。陈议员，请。喂，代为主席。赖议长，陈秘书长，市府，赖市长，李秘书长，各位局设的主管，各位媒体小姐先生，各位同仁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。我今仔日要请教讲，首先要请教咱公务局，公务局。甲这个水利局来请教这个问题。准这个这条沟啊，现有就准五米八，水尾六米二。就这个桥呢，我为了这个桥，逐日都这样骂啦，设计落甲定去，逐日都这样骂。这个桥。你准若讲六米二，加设计七米，吼，我着量真宽。这高已经本地两米外的高啦吼，即卖拓宽到六米啦吼，差不多你桥嘛会当做七米，我着量真济啊啦。较早即卖这个时阵，这个桥对这个甲换过吼，对这个。要甲做去，这间厝是毋是要甲拆掉？透人桥，准两米外桥，加设计十米，啊，这厝，吼，这条线段画只准喷河伫遮啦，所以这个河喷的，我才方面甲足忝的，所以宽度呢，加宽四尺外宽，这历史吼，较早，李龙桥，吼。李龙桥伫嘉义往西港大运寮迄个桥，较早迄个工务局长甲水利局长，你拢是台南官员的台南官，你知影？因为官的迄个桥损失偌济人，偌济车祸，你拢知影？迄桥不应该讲向公共，这条路是平嘛？这条路准平，你向这只啊这厝呢？准你甲。听咧咧，啊边啊有厝嘛，这走过啦。你准远，你落去这厝，啊甲剩去这厝怎啊卖？你若讲，这个桥甲做七米，也悬小宽，咱无话讲。你甲悬四尺外悬，这个起来悬，迄个个厝是啊二十米。这是不是足蛮危险的？拜托吼，恁两局设，这是工务局设计，水利局讲爱同意做安尼，无人讲两米外桥向甲拓宽到十米啦。这个水沟已经拢拓宽了啊啦。原两米外尔，准向阳这个桥要甲做十米，通下啊，再里头也好，人在农民底下出入的，这条是旧。一切竖线，即卖咱改外宽道落，这条是十米路，我是希望讲，咱这个桥缩小，迄、那个包厢，伊嘛看看讲，伊唔敢做落，你历史都亲像，伫要去大运了，迄个桥受伤，做安尼会发生造成足侪车祸，因为这个边啊一条路来，边啊这个阁有一条路来咧，这需要咱来改善。这个
出口呢？这个出口两米外，即马甲足远七米就足宽啦。哦，所以这唔知委托人设计，还是咱水利局设计，我唔知。这设计真正是桌仔顶咧在设计，害我方面辛苦啦哦。这你若讲六米，啊甲做七米的桥就足宽，因为迄高啊，你若讲还袂拓宽，讲量起来。因为高拢拓宽了，拢嘛拢做好啊！哦，我希望讲这个爱来检讨改善一下哦。啊，拜托咱工务局长、甲水利局长哦，啊来配合这个啊，拜托甲回答这个。感谢邓议员吼。桥的这个长度吼，当然交最主要是交伊排水吼，伊排水愈宽，桥当然愈长。所以本来是这个排水现状的排水才大概才六米左右吼，啊，但是伫这个地理计划内底吼，伊本来就十米的，啊，所以咱的桥吼会用十米来设计，最主要是这个原因啦吼。啊，第二虽然讲真是看起来是六米啊，但是水利局吼因大概近期来反可能有哪会去整治这条排水，迄个时阵会感觉讲啊，你若讲真做六米吼，安尼迄个时阵未适用吼，可能来卡掉。啊，宽度的部分吼，其实咱已经交水利局吼有做过多次的检修啦吼，所以上宽的所在吼是大概是提高米基啦吼，啊，但伊个米基是慢慢那个降低落来吼，啊，所以照讲应该是一个已经尽量去研究啦吼，啊，当然目前民众也有感觉讲这个宽度上宽吼，阮阁交水利局来。研究看下，就讲第一，就讲伊个出水沟，还是伊迄个，因为伊这个所在沟，这个所在唔是直交啦，吼是斜交，这个所在看我当吸收无，吼，这个部分我得阁交水利局做下来研究。听谁啦？我这样先，搁到等下古地这条，准问题这个桥甲做去，这间厝啦吼，水沟底下，啊你甲做这个桥，啊这个、水沟是拢拓宽了后，原两米外的水沟尔啦。即摆拓宽到六米，已经拓宽，拢拓宽头啊，规抓头枝尾拢拓宽了啊啦。吼、哦，你若讲这条沟啊未拓宽，吼、哦，你若讲后日要做十米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无话讲啦吼、哦。但是这条是已经拢拓宽了啦，吼、哦，啊你准向阳要甲改落去做十米，迄抓那十米将军溪唔得煞爱一百米啦，哦，这条你将军溪落去嘛，啊一抓十米，所以我是讲这个六米已经拢拓宽了啦。这个桥两米，迄、那个桥空准现金两米外，吼、哦，较白水，两米外都咧透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甲缩三米来，或七米桥，吼、哦，应该你若讲悬一尺外，吼、哦，迄会接受啦。你较悬米外建这个桥，做拢米外，你去看对一个桥做落，无危害地方的交通，会造成车祸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为了这个，那是讲要做到米二悬，我看唔茫做落啦。哦，这做落我会用没事啦。哦，我、哦、拜托恁水利局交迄个工务局这个检讨一下啦，办一个会勘。啊，因遐里长我拢甲通知好出来啦。哦，后来即摆佫过来，迄、那个工务局长。啊，我迄日啊有甲你拜托啦吼，可能市长嘛会来，因为阮会啊，这条中正北路、中正南路啦吼，拄伫会啊中心点啦吼，啊，想讲这条都啊路真歹啊啦吼，哦，路足歹啊啦，啊来甲做路平专案，拄啊迄个。中山路甲中正南北路，拄啊甲十二做一个哦路平专案啊，局长你看安怎？下下中正南北路吼，就像他议员所讲，伊拄啊经过贯穿咱吼下下市区吼市街的一条重要道路吼，而且伊嘛是通这个咸水甲码头的重要区道啦吼。啊，所以议员咧讲的时阵吼，我有甲阮有甲列入这个讨论吼，啊，市长也真真支持吼，啊也真关心，所以这条呢，阮会伫106年度吼，预算来办理，来改善。好，谢谢啊，感谢
局长甲市长啦吼，关心这个路的状况啦啦，来拜托各位，我即马讲这个吼，可能市长甲公务局长下骹提啦，我即马就是看这日不是咧车祸啦吼，不是咧车祸，因为这条路，这条原人拢老卑鄙啊啦，顶头伫台南县。应该人拢当同意说出来，拢听八米啊啦吼！啊，这个拄啊好到这个，即只剩四米啦，吼、哦，剩四米。所以我是讲，这个拢总25公尺尔啦，25公尺，吼、哦，25公尺，这个都系龙尾边南平拄啊下区公所啦吼。那伫遮起哩，我北平的车落来。你若北平两辆车落来，又落去作歹出入啊啦吼！这段车提出来，啊是讲看到车动的，我后壁来弄的车祸啦。这只不是的车祸，所以后壁伫只出入的呢，过来前后对这个出入来走的菜市啊，要来区公所，要来弄的嘛，拢对这条出入啦吼。这个25米尔，吼、哦、我拜托吼、哦，市长啊局长用心一下吼、哦，这个都敢那哦，25米尔，你也足长，我唔敢下，因为八米咯吼，我拢唔敢想讲啦吼。啊，这条实在在在咱下目前诶公所前吼，啊伫龙会边啦吼，拜托这件吼，可能无足侪钱，拜托看哦局长啊，你搞会搭只市长。咧，感谢邓议员哦。啊，伊迄可能爱拆厝，民众的反应安怎？那，迄爱拆厝嘛吼？拆厝，伊连这规个八米路征收啦，爱甲征收啦。啊，民众会反对未？那，民众会反对未？民众会反对未？民众反对，这一年大重点，这25米当然你要拆了，我诶，我嘛会反对啊。这是为了这几啊千户伫遮出入，吼、哦。也都来到这剩25米尔，你若讲足长吼，咱顶届迄咱嘛是有做过嘛，反对即摆俄罗斯吼讲啊市场有滴话啊，这条路拆了，互咱好行，含迄个拆着厝的人伊嘛俄罗斯啦，哦，因这是算公德的一层，咱甲征收嘛。安尼无安尼，当议员安尼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含区公所遮，我会叫区公所吼啊，甲你合作哦，啊去含这个。会去拆着厝的住户，甲伊讲看卖咧。好啊，好啊，大家意见啊，讲一下吼，咱就用医生。这来完成这个工作。迄、那个市长，是，我讲啦吼，这要拆着，要去沟通全唔啦。但是咱这个是北规划北米路，唔是无规划，咱要甲拆啦。吼，啊，咧剩这块25米尔吼，25米尔，来甲完成伊，再几啊千户对这出入的。人的安全啦、啊，是啦。哦、不过这当然公共安全这真重要。哎哎。啊，不过咱有呐好啊。啊，咱会去加以沟通，因为阵这个厝是安尼啦，因厝本身无咧大啦，租人啦。哦。哦，拢租人啦。做生意嘛，我看你。哦，咱做生意拢租人啦。啊。有。好，我讲呐，原则上吼，咱好啊，加以讲啦，好不好？即卖吼，这件做了无好势，拄啊好，有那水利局加这个地政局吼，这有牵连啦吼。这条路过了八米吼，主底是堤防啦吼。啊，即卖咱这个红信大路做起来，哦。我是讲，这个因准要求讲，这个做个河头无正车正行入来，爱个路道提出去，啊，即摆拢宕机啊，伊出入啦吼。这个敢若看，这个高压挂，这是属于水利局的啦吼。哦，
这个干那这个尔啦吼，这个、需要爱甲做过好，会当趟这条红线大路吼，趟来行过，会当转弯，会当走出去，较袂叫挤个啦吼。这个地震局长，哦，啊你先回答者，我等下水利局长，这个是两部分啦吼，恁来配合啦。这条路是恁地震局当时定位做来到这啦吼，啊，这红线大路是。水利局在高水利局爱做桥啊啦，哦，啊恁你也回答的。报告哈，其实这个农地定位路是较早做啦吼，啊做到拄啊迄个农地从化区的边界吼，啊尾啊才去做这条黄讯道路嘛吼，就是黄讯道路是尾啊做的嘛，啊这个是在属于在农地从化区外啦，啊原则上就是讲。农地从化区外哈，应该这个部分要跨越，这应该是属于水利局要处理的。好，哎，水利局长，那个那里，这个桥啊，可能无盖一个钱啦吼，这个干那个做这桥啊，就通过来啊啦。我的了解是公所有请一件迄个板桥吼，唔知敢是加要做一个板桥要来。唔是这个哦，可能唔是这个啦。哦、另外，迄个板桥签得出嚟啊啦。因为原则上，原则上就是讲，那是地方有这个需要哈。原则上就是那是公所揢出来讲要做板桥，因为咱板桥是会当也跨越排水路啦哈。就是六米以内迄个板桥是会当来申请的。这个七十个话，七十米头一米尔啦，哦。啊！就看过来，这个看破啦。哦，过来参公所参迄个地震局。有，恁再参过看卖，这个吼，唔通即阵你甲看，这电动车未少，甚至那底下在做田的，这足远远到树啊遐吼，到树啊遐算足远的啦吼。万公雨车拢塞的，无法当出去。即摆咱都往这条红线大路当行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！拜托正，阮进来。招公所参地政局做位来，有啊，做位来会看一下。因为阮这上是希望讲公所这边摕这个板桥的申请了吼，安尼是较完整了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，请坐。即嘛，这条本正即落去啦吼，迄、那个刷脚掉。这条路安尼有歹无啦？哦，六十三线，哦，这条路有歹无？哦，因为六十三线吼，实在这条路我这安尼不是人叫你补啦吼，啊，我拢去补啦，补到像这条都已经强要无法度通补啦，哦，啊，拜托讲这条吼，这条我是安尼啦吼，若要这条我是。感觉讲恁设计，互恁互咱市府来封啦吼，但是这唔通阁考虑啦，这条路会歹干咧吼，就是阁啊考虑封起來，水袂流过这个排水，会积水吼，才会迄落路会变遮歹啦吼，这足规抓，唔是干咧即只尔啦吼，这是规抓哦，啊，局长你看安怎这？高仙鬼，这还阁是的啦，哦，这真正拢有够歹的，哦，规抓啦，啊，这规个拢担啊架拢翘起啊啦，吼、哦，担啊架拢翘起，啊，这坡架都卖啊啦，这条件列入优先吼、哦，啊，我叫公所部咱来防风的啦，但是可能数量无少啦，上少爱头个千五栋，这条件防会透啦，规条路拢歹啦，哦。哦，拜托一个啦。这南六十三线吼，因为太长个啦吼，伊在对下呀，一直到满到了，差不多到咱门口遐吼。啊，咱今年是有改善这个500公尺啦吼。啊，议员所讲个这事实这路不好吼，我这阮来勘查吼。这个是五百公尺以前啦，我都自东头五百公尺打针嘛，二十只去封了尔啦。吼、哦，哎，二十只去封五百公尺，这就是封不掉个。哦，遮啦吼，啊路真正遮歹，这条是算下下趟了坡，要得过迄个东西快速道路，
吼，诶，即落个拢对遮出入，即条足侪人个出入啦，哦，请坐啦，哦，再拜托坐一下啦，啊，来过过，来即嘛，我要请示环保局长啦，吼，啊，阮下啊日有即个烟霾场啦，吼，大家拢真惊吓啦。顶届才八百几个去，我是感觉讲，这回八百几个嘛是爱感谢咱环保局的局长啦，的科长啦，去到地甲我讲吼，啊，这个烟霾场，大家拢咧塞啦，大家议员拢咧塞，干哪你咧动啦？拄我庙里遐主任委员、甲委员伫遐啦，讲叫我唔通去啦，吼、哦，若要去用二三十个啊。所以从啊庙里吼听一下，从啊这个对地方利害关系哦，别个议员咧杀，干啊我咧动，所以迄只有16台游览车，话佫坐袂了，家己过啦吼、哦。我是感觉讲，这个到底会做袂做吼、哦？你拜托甲回答一下啦。好，迄、那个感谢议员的关心吼、哦。啊，这件咱真该。最近的新的像议员嘛有参加嘛吼，嘛有在写，人已经甲驳回啊啦，哦，人已经驳回啊嘛，迄天结论都落啊，都甲驳回啊。啊，驳回伊嘛可能个念个申请，大家拢在惊啦。啊，当然要申请一个物件，那是人民的权利啦。啊、哦，对啦，对啦。我咧严格把关啦。哦，好。啊，那个议员报告啦。有、哦。哦，啊，佮即嘛，佮好啦，这个你爱集中处理。哦，即马过过，即马阮下啊要去招啊啦吼，哦，即个有一个原的庄阿友，我听讲啦，无确定啦吼，顶届哪像伫高阳关哦有出代志，即马要来遮做啦，吼、哦，因是拢一两点咧做工过，做啥我唔知啦，我无去遐看嘛，哦，我无去遐看啦吼。哦但是足侪人家，迄日有一个议员带去我遐啦，吼、哦，我唔知带迄个头家去啦。去我甲迄个议员讲，来，我问互你听啦，吼、哦，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怎啊摇头？有车出去卖无？无，我咧中6-7千往车出去卖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有5千的无？无，你涂骹有带物件无？无啦，我怎啊甲迄个议员讲？啊！你唔免甲我拖来，你讲话就白扯啦！伊用200打甲打底，来乌来带物件啦，用太空炮车入去，绕规抓用车把来吞啦。迄吞地，迄块地，吼、哦，是伫地政局甲农业局有关的，迄块唔是工厂地啦，是吞伫迄块啦。所以恁爱慎重，但是到底恁讲有去开单？哦，像这个为了地方的安全啊，你若真正带污染落吼，啊，农地嘛袂当互带啦。是哦，你来慎重啦吼。哦，所以若无伊若无违法啦吼，伊袂阁叫议员要去甲讲啦。哎，你知影讲我这有哪天做为了地方，为了子孙的未来，准啊出去看看人写着白布啊，我足担忧啦。那毋是生癌啦，都是。诶，拢在西游记的同界世界啦，咱地方爱为了未来的子孙啊来设想来做好啦。哦，我是希望讲这个哦，爱慎重一个啦吼。议员，你花一分钟，我甲你答复一个，好不好？迄、那个我甲你讲啦吼，可能我今日时间减足济，我讲你听啦吼，你只书面甲我回答啦。好，过一点，咱鼻头。鼻头的北平面，伫卖了，卖晒一方插着有毒的来带入鼻头遐啦。甲阵恁那像讲有去查着，甲阵嘛无滴落，迄气温啊，买来从我拢倒伫因啦。我听讲是无怪，讲话乌沉沉含含迄落规个吼，花规从我装个花规来挂花规烧来，从我暗起来啦。所以恁爱慎重。去为了地方的安全，但是我即马是目前啦吼，所看到恁咧发拢发啥呢？即饲猪的啦、饲鸡啦，小可有一个臭味啦，恁就去甲发啦。正经即落较早，阮细汉，逐日
压菜啦，吼、哦，这应该较无遐污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落人也无恁落去发啦，伫咧吸空气啦，啊，即落大间公司啦，吼、哦，恁拢总无咧注重讲这偷大个物件，吼、哦，一暗我十一点外吼、哦，出去了只深个水，三台南下空车，头前一台高人坐，后壁一人高人坐压咧啦，哦，我嘛叫恁快报警啦。但是伊分袂当过回头，对对起我唔知啦。准偷大个当街四界，但是农地下井偷杀落嘛足万济啦。后日咱个等于讲，即个五谷要食嘛有困难啦。迄鱼啊饲落超久呢，咱人食嘞排泄袂出来呢。哦，所以我不贪不醋，为了地方个权益，我一定去啦。我是希望讲吼。你将这个环保应该发的开单的，你唔通讲对这饲猪饲鸡这较少污染的下咧发啦。啊，当这当工业当下，你就讲啊，这公司较大间，咱唔是叫该唔通做，一定爱做好污水处理好。哦，咱嘛是为着讲地方要发展，哦，啊来做好，安尼较要紧啦。哦，唔是讲。啊！这我饲猪的血，我滴在水里头发倒的啦，因为后头发作蛮济。环保局袂安尼啦，系一定会教育员的这个指导啦。啊，就拜托啦。哦，因为今仔日所说哦，我感觉讲我的时间哦，减作蛮济，通讲啦吼。我另外再找时间教育员报告啦。有啊，你只私下甲我打破落来，因为这我都真正无法度人个啦。啊，你我咧讲这吼，恁拄着去啊查下，重视这个。有闲是一两点，迄日去吼，恁个专员去人现传予我，十二点半车物件入去，哦，所以我是讲拄着去遐顺一下啦吼，要为着地方啦，好啦，请坐啦。我即摆来讲这条，这是食醋料的抽水站啦吼，食醋料的抽水站，遮水大个窟，遮个。路拢打过窟啊啦吼，路头要一礼拜啦吼，遮水打过窟，水头甜蓬蓬啦，这条排水吼，我带人家来看啦吼，好来过过啦，这规样规片，以我拄甲要死啦吼，这规样规片，一间一间玉露园啦吼，四五年当拢水啦，这是落雨落，规礼拜也过即个水安尼啦。哦，所以这爱检讨看要安怎，咱的抽水站用地啊，功能爱何出来，会当抽甲会当排出来啊吼，啊，搁好过。你甲看啦吼，水局长，这应该是咱爱清嘛，规条沟拢无疏浚嘛，哦，这规条沟拢无疏浚，都臭发交水沟旁边变烦啦吼。到落尾在堵水，才打落才去清伫头发扎，尾啊扎无清清头发扎头好。即我是希望讲，看咧苏俊，也是对中央，咱地方较无钱啦吼。即对中央推来，咱咧抽水站底啊吼，来做一条游行沟，好会当排泄这水啦。无即你啊规抓，哦即你啊做夹起来吼，都无即个问题啦。哦，局长，啊个翻了过。哦，这规个规条拢叫我臭白条嘞，所以水真系冻袂牢啦。哦，会搁遐甜个水啦。这是伫满刀食醋料安压遐油啊吼，受灾殃拄着足济起哩啦。哦，拄着足济起哩，希望讲若无怎做，雨季前这水沟爱疏浚疏好，何当会漏水啦？哦，这较简单啦吼，因为市长吼，我就那担心讲市长实在关心，那听到落雨，伊就四界撞，四界去咧勘查啦，透风落雨，有时唔比我啦，我通了会用受个市长可能受袂赢我啦，伊咧撞我是足担心伊啦吼，伊安尼四界拢去啦吼，我是足担心啦，我讲若落雨你出去，看到水。唔茫想聊嘞，有危险的所在啦，危难破了，危迄落个啦，哦，来个过这几条拢得啦吼，哦，这
这几龙差个月不要紧。我即马局长，这个抽水站啦吼，我是刚刚讲这个抽水站，你若像这三代，我真叫个最穷的买下去，这有较八公，较无八公的啦吼，根本上伫这边都唔免上抽水站啦。你敢知我为了去碰这个，我去顺着为了要碰这个，水足大咧流，啊你加要冲啦，哦。你这个搞起来，你敢知我为了我碰这个啦吼？迄阵我落尾就只叫区长官叫人来碰啦，我家一个人无多人碰，为了碰这个吼，安尼麻烦啦，碰足久才一底啊起来啦。我是希望讲，咱想讲这有四台啦，哦，你有四台五台用一台莫大啦吼，像咱电动门安尼啦吼，平常甲开起来，日个伊开甲够吼。都装停起来，啊，这是袂倒悬啦。假使讲啊，真正会倒悬，有人伫遐巡，你着像电动门甲二楼，伊着放落啦，安尼较看我啦。无，这要找几个人去碰遮啦，这爱改善啦。哦，这款爱改善。啊，迄个自动门你若无开起来啦，吼，甲要塞个出去吼，差要一两千块水才塞个开啦。啊，愈爬就愈济啦。哦，啊，来个。过，即马抽水站啦吼，像即款的效能就无足好啦。因为抽水站，你去啊动是土人啦吼，价格拢半公尔啦，吼，所以卖楼啦，我顶下就问过啦，只要爱好拄好水顶起来，会价值，唔通甲动是土人啦吼，过过。像这种动的土人啦，这你甲看，这插落下底，过过不要紧。即马来讲这两支啦吼，这支的价格水拢八公，就是已经离水离下底准现有的水面一底啊啦吼。这底插落下底，这支根本就唔免抽水，这支就抽无水嘛。这插落下底要抽啥啦？唔是在雾刷工在抽土啦。我是希望讲吼。这个像这个爱接无起来，吼、哦，雨离准现无咧落雨的水面一支啊，安尼才袂去动了土，要改出来啦。哦，这一定爱改善，哦，爱改善就好啦吼。我拜托局长阿哥学会，我安尼过倒转来，过倒转来呀，过倒转来。即嘛，为了设这个抽水站啦吼，这当时市长关心也蛮杂，安怎设计啦吼？这个抽水站嘛，红眉到要死啦！这个根本你设一台抽水机，这个十台都抽袂离啦，莫讲一台啦。因得要求讲，这抽水站是毋是卡起来啦？因水头阵吼，本正袂淹水，拢造成会淹水啦。迄是拢残，较无要紧。希望讲这要拔起来，也是拢要照要现拢悬起来啦。哦，即阵因为桥头啊吼，北港中排吼，规片水倒落来，拢爱对遮出来啦，迄无法度通抽啦。哦，这个爱改善，拢总现拢起来，暂时拢现拢起来好啦。哦，局长，这个暂时拢现拢起来好啦，就这个啦吼。哦这种现落起，这个无长抽啦。这台等于零啦，这台看要用过这边架啦吼，用过这边架，那边即马吼有咧设一个水池啦，要嘛，要过这个唔免抽啦。哦，这保证唔免抽，迄我自细汉拢伫遐行过，但是即马要设一人去吼，爱地方你要开一个空调的，唔免我不止中咪讲，好、哦、啊，你抽个。在市场遐用心用抽水站啊，恁个设计家市场方面含阮拢眉头花啦，啊眉是眉，阮较忝啦，市场是假的尔啦，伊拢讲阮套落啦吼，啊在做安尼啦，拜托改善一下啦吼。即马过过，这里鼻头的庙啦，鼻头庙啦吼，是安怎会堵水堵安尼？
因为平常去得管理的人爱去关心这些莫打，这些抽水机，这是抽水机叫失灵的，这些都水无笔头，好，市场用的大家有了解，唔知讲抽水机叫失灵去啦，啊，煞造成庙情哦淹水一般的啦吼，这原在爱注意在抽水站看上吼，得管理的，恁家讲那河尾搞爱先去饲。市场都会去饲的哩，市场顶个像去北市了啊，那去遐啦，哦，都会去饲的啦，哦，啊去客啊了啦，哦，伊拢去试看，哦，这会行袂？看听咧报号，伊就去过啦。啊，咱叫该遐较用心的，一当当落落咧管理这吼、個，嘛较有几天吼、喔，较用心一下吼、喔，哦，那拜托一下啦。即嘛吼，来讲大头这个啦吼。这当是台南县设计啦吼，迄个第六号全国设计啦，迄阵在设计吼，都是深度无够啦。我爱咧甲讲啊，伊讲这专家设计啦，专家设计吼都无问题啦，所以做了第二回你应该有印象啦。我讲这水偌悬会对下底崩过来啦，伊讲袂啦，顶界有崩过无有嘛？对下底崩起来，伊再个对水头用七米半起啦。迄阵是设计要用木的落啦，伊用怪手甲挖，一抓规抓拢掏空啦。迄阵水利署副署长来问我爱这边怎啦，我讲你顶阿公来灌南阿空江，灌甲看伊壁啦，三十米顶一支，看伊底壁啦，一支万灌去过灌后壁去。伊讲安尼我内行啦。这若无改善啦吼，水一半悬，这伊会变过来。这边无地嘛，外口地咧，外口地六十升嘛，这边无地，伊会同我压过来啦。哦，但是即马有要做，迄个市场我去看有要做，但是讲三千万，我就问恁科长啦，讲准估计起爱投五千万啦，才做会起来。吼、哦，这伊东西乌一个吼，太掏空啦吼。啊，这嘛赶紧做好，莫阁误计吼。咱拢担心啦吼，这已经爱改善了好，后壁一窟水爱做好出来吼，迄、哦那个有几毫厘啊吼，迄窟水爱做好出来。迄窟水做好啦吼，即嘛，这咱甲六合团局反映啦吼，这大阿头提吼。我剩这站无做尔啦，啊，阮弯伫这个过啦。啊，因大头讲是阮大头吼，唔免交税金呢，无得干呐干呐让大头这站啦。哦，你甲六合专局讲迄地尔啦，无足长啊。啊，大头提用来做咧啦。哦，我拜托您再回答一下啦。我甲伊做说明一下啦吼，就是较重点的，就是讲头拄啊讲到迄、那个。大头迄个防洪墙这个问题吼，啊，都参啊，伊做头拄啊讲的，迄是六合局做的，啊，所以咱进吼，就发现讲伊下骹可能有掏空，咱有用透地雷达扫过，所以进吼，我已经报去中央，就是讲拢总爱五千万，伊阁无够两千几万吼，我阁报去中央，咱进就是讲吼，伊头前已经有做一个迄个板桩。咱后壁吼，伫咱迄个内底吼，佮用迄个钢板桩吼，佮做一节两道围起来，中央这边佮来灌浆吼，甲迄个所有的掏空的部分吼，拢甲封起来。啊，另外咱佮会做一个节水沟吼，吼即个抽水机吼，会当较顺速甲内水抽出去。吼，所以即个部分，我已经拢总报五千万吼，去到中央家来，希望中央赶紧来处理。啊，另外就是为头来讲吼，第一件就是迄个下处理迄个抽水站吼，原本是放两架机啊在抽2.5 cms， 咱今个发包啊，这个月已经发包出去啊，吼，佮增加两架吼2.5 cms 诶，吼，会当增加伊个迄个抽排能力吼，啊，所以
今年有这基因这经营啊，阮阁增加两只迄个抽水机，每年六七月就会当完工，好希望就是讲会当做一个改善。啊，另外就是头拄啊讲到迄个鼻头排水应安宫迄边吼，因为咱正是有迄个移动式的抽水机，参迄个主动的水门，啊是交公所这边来管理吼，但是这边落雨落伤大，啊所以内水吼抽袂赴，所以阮已经报去中央，阁爱增加。做迄个直立式的水闸门，予伊迄个水密性较好。另外，都增加四台即个机组，啊，希望就是讲吼，增加迄个抽排即个能力吼。那是内水吼，啊，落雨落较大，嘛会当赶紧甲排出。啊，另外就像迄个下营迄个过来的迄个所在吼，迄个排水路要清吼，咱拢已经有经费交公所，啊，所以公所会当随来清，即阮会督导公所赶紧来清。啊，搁要增加这机组哈，阮赶紧来会勘来做一个处理。咱先给陈文贤议员声音。喂，迄清水沟迄是伫麻豆哦，伫麻豆食醋寮遐哦，迄阵唔是阵问题，迄片是麻豆食醋寮。对对。哦，迄咱安业，咱哦，这水沟。啊，准就是唔是干那清遐，准每一条水沟落雨前一定爱清。是是是，哎、哦，阮逐当拢有经费吼，拢设算予公所，予公所伊都有经费，当随看到就随清吼。即、哦、部分阮阁会督导公所来赶紧来处理。恁来甲公所讲一下，迄个就是。啊，另外头多啊。迄就是无清啦吼，无清才会造成安尼啦吼。啊，头多啊，阁有讲到即个。关电溪吼，迄、那个大头即个堤防即个问题吼，阮已经有甲中央六个局反映即个问题，就是讲啊，剩即节吼，看因的迄个堤防管会当赶紧来处理即部分，阮阁会来招六个局吼来讨论一下，希望讲因会当加速吼即节的迄个堤防加速来进行。啊，另外头拄啊讲到一挂抽水机吼，可能伊的设置吼。啊，需要搁调整诶，参水门设置需要搁调整吼。那、啊、这部分，阮会赶紧来做一个会勘，做一个改善。哦，好啦，我即摆哦，时间嘛无足济啦吼、哦，来即摆搁过，搁过，搁过，搁过。咱将军溪这啦吼，这毋是咱做诶啦，咱来欢迎啦吼。因为伊伫做即个水门流落来啦吼，啊，拢甲做即个遮长闸咧，这拢袂漏水，这个应该爱对即个石壁会出石，较袂去憋水啦。吼，顶摆我都有咧讲真理桥吼，塞水了30米啦，安尼才好使咧拓宽，这等于。爬这个爬咧，南边若搁一条沟起来，安尼剩偌宽，吼、哦，这爱去改善哦，出社，袂爬落水啦，无这爬足济，搁过。你啊看，这规个拢做安尼个爬咧，吼、哦，这拢做假的，这嘛做厝的对这个石壁厝才对，吼、哦，伊甲做假个，这等于爬水嘛，吼、哦，哦，这等于爬水爬足严重啦，吼、哦。这应该爱改善啦吼，啊，哦，你甲看，这拢做安尼啦，哦，啊，这部分阮赶紧来招六号局去现场来。哟，恁再招六号局，这不是咱做诶，对对。哦，这满头大白，我时常拢会去巡看，因做了安怎为了堵水，哦，咱拢会惊啦吼，啊，拢有去甲巡啦吼，啊，拜托这吼，嘛爱改善啊好啦，哦，来，搁过。这条啦吼，是北顶中排，阮下营下北顶中排啦吼。因为这节有200米做两遍啊啦，拢对中央甲做落，吼、哦，哦，哦，这啦吼，这嘛拢歹啊啦吼，啊，都做一节一节啦吼，这节即马拄啊拄啊对中央做头尾人嘞，啊，搁过来。哦，这做这节
人到一集，一集搁人南平搁人一集啦。哦，我是讲这个吼，一平尔吼，啊，今年都找经费吼，甲做，这个甲做到这条路，到这条路，拄啊做三，爱做三集啦。哦，这三集拜托。啊，政府了，甲做我小接啦，无得人爱人讲头下讲，像咧报国要弄弄一节一节，哦。这看起来这疫情啊的荷花状况嘛无介好了吼。要啦，赶紧来检查。要，赶紧来处理你嘞吼，这是北顶中白啦吼，啊都下当吼，因为我今日是用较紧就是讲，都对啦，火车久歹坐啦，啊我唔呐徛嘞，我食到八九十岁啊吼，搁徛嘞吼。阿里嘛，即落下啦吼，来个过，市长，咱嘛爱感谢关天工业区啦吼，伊讲你市长做了足好，吼，为了六家运动公园啦吼，啊，迄阵阮四个议员，你讲一个一千万，吼，要还建设迄个六家运动公园，吼，我对遐过看到吼，人安尼真济，真学了讲市长吼，安尼做这个。公安火车的在活动啦吼，即马就是你做了上好，所以呢，咱关电工业区这块地出来要卖，可能要几来亿啦，上亿个啦吼。伫二电工业区啦吼，伊这块地总啊无条件送予咱啦，但是送予咱，伊就讲咱要予咱去维护，要予咱啊啦吼。所以我是感觉这块，咱需要来个。下底上街，平常落雨拢积水啦。哦，个哦，这啦吼，这几个草，几个吼，啊拢上街。那溪埔有土吼，啊咱囤一挂土，雨浇这边水正下会出来啦吼。啊来个整顿好，雨这片来整顿起来。第二点吼，有那干那地有那两千外外人，搁个工业区底下啦。伊就是讲，市长，你做了上好，人才会送你啦。啊，送啊，咱就一点仔有用经费吼，来甲做好啦吼，来甲完成这个吼，迄十号安尼，清气上哦，莫讲放假像这安尼哦，规个哦安尼，无在咱迄个地底下啦吼，你咱就唔免准暂时，唔免偏足济啦吼，啊，你囤一寡土，加整顿一个岛啦。好来，个过，即嘛？杨议员，迄个二林工业区伊安怎？伊个土地要送台南市政府就对了。那二林工业区的土地要送台南市政府嘛？吼。哦，送咱台南市政府啦。好好，啊那安尼，今仔议员的质询吼，啊，我来积极来办理。哦，伊已经啊来甲你骂。送咱啦，迄当场咧会勘我拢有记，送咱台南市政府啦。有有。伊讲市长你这个做吼。六家做较好，这个规是予咱去做，总啊送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我即马予大家看，这是毋是气温啊？敢是？高局长，这是敢是气温啊？这应该是积水。积水的吼。阮的啊，国中的草埕，一落雨一礼拜后，这水拢阁排袂出去。这抓就是迄抓跑道在走的跑道啦吼。我有叫电话呼你嘛，吼、哦，这头计无整理的啦，吼、哦，这安是毋是？是这个二则报告吼，这阮的迄、那个。帮好好来处理啦，吼，就是讲，伊爱水沟，对，伊这是，我甲动拢动袂落呀，拢规条水沟拢遭塌的啦，是，伊迄、这应该嘛是爱处理个，无，你动啊拢唔免出去抄埕啦，啊，这安尼放假安尼都，嘿，这跑道是用迄个 PU 的呢。是，伊这就是哦，迄一毛下呀啦。伊迄就是咧做这操场的时阵吼，伊的排水的系统无同齐处理啦。嘿，啊，所以阮来个处理这排水的系统的部分。即马拜托这件吼，是重视一下啦。莫讲这落雨落较久啊吼，啊，佮我本来想要掠一寡南洋蛋来放啦，啊，惊遐囡仔去游哦，去擦到，我煞有代志啦。哦，无要放我鱼仔落去，互囡仔去遐算心色啦。那掠河流是会使啦，啊河流贵哩，南面我阵较俗啦，
好啦，请坐啦，吼。但是我今日暂时接顺到这啦，啊，直接感谢市长吼，市长吼，我接顺这吼，市长实在讲起啦吼，你对大台南市吼真正认真啦，我甲你看吼，真正认真啦，啊，这段剩几秒钟啊，互恁回答一下啦，哦，看我今日啊接顺这，啊，大家较用心嘞。感謝市長，多謝多謝陳文仁議員吼，啊，因講文政非常用心，啊，基層服務有哪非常負責任啦，不只是會贏，包括六家官店滿道，哦，今日質詢你講的這些，我感覺攏足重要，啊，尤其是這個大阿頭吼，迄個提防，哦，過去啊，你已經有反應過吼，但可惜六號迄個六號局你做的時陣，無完全採取你的意見。啊，这边梅基台风来，我有去看，哇，迄水吼，安尼一滴，安尼一滴，安尼，迄个安尼造出来吼，蒸出来，啊，规个拢淹水，我感觉这足严重。你若无拄好，无来听迄个体温会发生搁较大。好，再继续给市长。哦，我会请环保迄个水利局长吼，迄个平局长，啊，伫明年希望伫明年雨季来进行，这一定爱解决。哦，啊，无我感觉这个会出足大问题。那第二，头头讲的迄个食醋料、迄个抽水站，吼，其实咱进前嘛用足侪苦心啦，吼，才争取到建设经费，还佫市政府佫出钱，啊，即摆已经完成。啊，头拄啊，平局长有讲，内底基础会佫增加，但是你即摆讲的是引水来，迄个水都塌掉的，哦，无清嘛，吼。啊，我，对啦，所以我会请平局长，吼，参故宫所这边联系。哦，你头拄我指定的迄个引水的这个所在吼，塌掉的所在，赶紧要那个清好清气，啊，水会当过来吼，袂讲像安尼淹到这大面着，啊无安尼简单啊，甲你报告吼，多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咱的陈文仁议员所做的市政总咨询吼，对咱的治水道路啊的建设，啊，咱希望咱各局处那说明无清楚，私下再向陈文仁议员说明啦吼。好，啊，咱休息到10:30继续开会。